起来吧，起来吧，起来吧，师父慈悲，我是德音师父这个指点迷津，在此上修和自度的，我现在问的是2005年的鸡男性，我问他是什么颜色的鸡，他的前途，我们念为他念什么经，这个他动作很慢，什么很慢？动作，动作很慢是吧？2005年的鸡是吧？首先我告诉你，它是个花鸡啊，知道。第二，它的动作很慢，现在是因为它魂魄不齐，所以它经常思想不集中啊，对不对啊？对、我告诉你，还有它经常吃东西也吃不好啊，肠胃也不好啊，我告诉你，现在它身上是有灵性在的。我们为他念小房子念什么经？小房子给他念84章吧。好，好吧。好的。他妈妈有一个掉掉的孩子在他身上。啊，知道了，对对对。他妈妈掉过孩子吗？有。对。好，谢谢。其他没什么。下一个啊，我知道了，师父，下一个是王仁，我的父亲杨子义，男。杨，温杨，子期的子，仁义的义。2000年过世的，他在哪里？梁子义，义是木义，仁义的义啊，仁义道德的义。对对，梁子义就是主义的义，对，社会主义的义。对，梁子义，对，梁子义2000年过世的，2001年过世。告诉你啊，是你的父亲对不对啊？对，跟你长得像得不得了，嗯，对不对啊？对，啊，我告诉你，脾气比你还要大。对，他走的时候比较痛苦。对，而且他不想走，那个时候就是不想走，但是没有办法，就是走了。对，哎。我告诉你，你赶快帮他抄小房子，还要加强，他已经要往天上走了。对，本来要偷人的，现在马上就往天上走了。我告诉你，你再给他念个56张小房子，我看他能上天。你爸爸人很好，手脚很巧，很愿意帮助别人。对，对不对啊？对，就是一个不好，嘴巴喜欢骂人，明白了吗？对，哎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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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